马上那个西风外资，东风南风累计的是18000公斤两位啊！哇，年轻小妹妹啊，26、27岁，没想到打到西风了哈！哎，你呢？你23？3？3？你23？好恐怖啊！玩笑，开玩笑啊！他说年纪最轻啊，所以其他的牌打得真的还好，我还是没有看你打牌啦啊！ 看看你们两个，打出，好吧，看你们两个今天到底谁打的啊，能够成为我们的种子哈，啊，西风很重要了，来，鸭子，上，开门，来，使出，看看四下牌，庄家鸭子，加油，小许，赵梦追，大家加油，品鑫，加油，苏灿，南风，南风，1万。 西风，红中，北风，东风，碰一个，8万。 红中，八号，4万，9万，碰，发财。 8万，嗯，赵斌，破，1饼，破，7饼，还吃不到，嗯，胃口那么差。 因为我拆，8，小鸟，碰，西风，2万，碰一个，右头，一个人玩。 1万，发财，捕花，6号，北风。 8条，再一张3条，9条。 几饼？8条。8条？还有这个东风。嗯。嗯。5饼。
走，七条。吃。五条。行，我最近。五饼。二饼。我的天老爷，打到现在还没有听牌。南风碰过水地第一张碰安的到现在出来等很久来四条糊了这白皮已经对死了吗哎呦没有没有还没有对死单掉二饼单掉二饼然后打出去就打你看看是不是啊我的白皮在海底哎，没有白皮这个牌，哦有，有两张，这是三花一腿，西风关山第二把，十，看四张牌，放在徐乃英，梦之，两胡牌，李欣，还有鸭子，怪，来，丢饼，这怪。南风，西风，北风，北，西风，西风，白皮，调三，八条。是红中小鸡打成了六饼一万小鸟二条六条，小强风风，哦，一饼，对，不错，白皮，哎，一饼，二万。三饼，好，五万，吃，打什么？这两个还在那看我吃，糊的，哇，我想说要给你糊哎。我想要为什么可以吃？对，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想说你是在碰，我想两个吃，好吧，四花庄家这两台，哦，独定三台，好，西风关山第三把，来，
够了，你们俩差8百分，好。品行落后8百分。三。开四家牌，庄家梦之。我要胡牌，我要胡牌。鸭子。子摸。小徐。来，雷锋。一饼。西风。一饼。 好啊，9万，2万，3万，5条，哇，南方。 3条，4条，哎呀，3条，哎呀，3条，4条，哎呀，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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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哎
这个气氛下拉开了哈，你们刚刚那品鑫吃玻璃吧，品鑫要8500，啊，鸭子4200，啊，差4300，所以你一定要拼吃播，加油，啊，要摸起来再颁奖哈，开门，开试驾牌，装下品鑫，继续赢，鸭子，什么？小徐，董事，加油，我要胡，好，出赛，西风，西风，九饼，西风，南风，南风，南，花，东，白皮。发财！发财！发财！北风！北风！东！一万！东！红中，八条，九条，红中，小鸟，八条，七。一笔90000，红中10000，哎，九条，西风，九饼。六笔，吃，
七瓶。吃。九万。凭什么啊？三条，小鸡，北风，三倍，小鸡。六条，七，五条，二比，大神，东风。四条，二条，还没剃吗？睡一觉，睡一觉，开花，哼，很松，八条，还剩一人剩两张牌，还没剃呢，可怜。快结束了。嗯。五饼。八饼。怎么？北风。七条。花。多。一人一张。九饼。有没有听？有没有听？有有啊！来倒下来，倒下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四七万，来牌倒下来，当然了。四七万不多啦。四七，我这边一张、两张，七万总共有三张啊，所以呢，这边七万剩一张，四万没有啦，对不对？好，你只带一张四万。我呢，剩下一张一万，剩一张七万，一万，一二三，对，一四万全没了。那你呢？你没听，所以不用看了，好吧？你剩下一张什么？七万。七万，好。这是海底的，先看。哎呦，没有。哎呦，花。再看两张，再看两张。哎呦，都没有。再看两张，哎呦，哎呦，再看一张，哎呦，没有，哎呦，有，哎呦，哎，哎呦，没有，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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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紧张，哎呦，哎，哎呦，哎呦，有机会，三分之一耶，啊，有机会，这一张先看，不要，哇，二分之一，摸到你就输了。摸到他是，我看哈，门清他哦门清对他暗砍，门清一摸三啊，他就赢了。逆转，来，你们俩一人开一张，一人来一张，来哦，丢这边喽，手放这边，来，这张他的，来，一二三，哈哈哈哈哈，太准了，好精彩哦，可能。
哇，你肉还是有点福气哦，啊，福气，哇，门清一摸三的三花，对不对？那我的六，我还有啊，没有海底，他没有海底，还有三张牌，刚刚是三张，还有三张牌，所以四台，刚刚他两台自摸就赢了，没有想到品心逆转，被鸭子给宰了，好吧？所以呢，恭喜鸭子获胜。 挑战吧，大神有YouTube频道了，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包含神准算命、开运商品、开运秘法，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